续来看是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，在交通部长王国材和基隆市长林佑昌的陪同下，到基隆来看这个基隆捷运的计划，而且当场宣布定案。定案的好消息，不只是轻轨变捷运，路线有共识，经费从80亿提高到425亿，但是中央负担7×7，达327亿元，其余3个县市也都合理分担，中途全部设13个捷运站，运量从本来1小时5000人提高到15000人。好，来这个基隆捷运已经是宣布定案，总经费425亿，北斗到南港总共来设13站。也不过台北市长郭文泰来吐槽，讲这个捷运的费用真贵，要用400多亿起出到基隆的捷运，伊讲伊是无啥相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萱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